因为你可以适合穿一些性感的衣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喜欢穿性感的衣服吗？嗯，穿的少。穿的少。对。你一般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？你是夏天还是冬天？夏天，肯定夏天穿性感的呀。喜欢穿大 T 恤，然后穿个牛仔的短裤。哦，就露个大长腿。对，都是那种，我不喜欢穿长裤。明白明白。我也不喜欢穿长裤，我夏天也喜欢穿短裤。对，就那种大裤衩。哎，对，大裤衩。穿个大 T 那种。哎，对对对，舒服啊。然后穿个拖鞋。或者穿女孩子穿那种好大的那种衬衫那种，感觉也好啊，就很御，对吧？嗯。我装什么你啊？这小嘚瑟，小兔子。完了呀，感觉这把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！我可是要超神的男人。你乖乖的别动，给我混成黑暗收割，听到没有？可以。哎，多坑我一点，多坑我一点，我队友多坑我一点。大器晚成什么时候？大器晚成的话，他们昨天是不是搞早上啊？我队友，我看一下，看了一下，今天我看了一下群里，他们是不是昨天搞到了早上？然后听说彩旗是不是又哭了啊？这个怎么有事没事老是哭呢？太强了，是的，很丝滑。怎么了？加一啊！哦，我以为你叫我弄六六六呢。是没声音了吗？对。啊，OK，来吧。妹妹说真好，丝滑，你也很丝滑，妹妹，你看起来就很丝滑。你们几个三姐妹一个比一个好看，都好看。哎，行，哪个最好看？都好看，不一样的好看，嗯，风格不一样，好看的。你就小心好了，走走走，别在里面打，别在里面打，大哥。哦，那打不了，你起来吧，嗯，飞过来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这把一并超，你知道一并超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你说说。你不知道吗？嗯。一次不死，并且超神，简称一并超。哦、可以。嗯。以后我就知道了。嗯，不是以后，从现在开始你就知道了。好。嗯。哎呀呀呀呀！干嘛？我很肉。我操！好闪！哦，小兔崽子！哎，我这波失误了，我这波很多闪现 AI 要死了。哦！啊！啊！刚立的。哎呀，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，没劲了，没劲了。哎呀，难受我！我这波要是横向闪现啊，把他给杀了，我这波可以升七级，我就不会死了。哎呀，还是菜呀、啊。难道我只是个菜吗？留下。嗯，很强了刚才。不，我是个菜。哎，刚才我很想把他杀了就好了，杀了的话就没事了。
我就可以直接升七级，死个大不死我，反杀单杀还能还不死，我靠，这一反复差距很大的，就更帅了。二十三个没了，我这意思二十三个没了，我该早点闪现，这我有点拖大。该死的死哥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没事啊，还有机会超神。当我十一杠一的时候，我就超神了，兄弟们别着急呀、啊，老板啊，那么急干嘛呀？别急，十一杠一就超神了啊，看着吧。感谢泰州喜马洛钓手送的血瓶，谢谢，晚上好。谢谢哥哥送的血瓶，哥哥真好。一个血瓶也没多好，就那样。嗯。嗯。你干嘛？我跑苍蝇了是吧？干嘛上瘾了是吧？小兔崽子。又二了，伤害有点高。是的，完了，感谢妖言送的血瓶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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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没全完，因为我们是优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样死一下，就会变为劣势。劣势的话，我的空间啊就更大了。上把杀了二十六个美女，小戴呀，哼。这把你赢不了，这把你赢不了。这是无比的，你赢不了。玩个死哥干嘛？想谁啊？这把他们赢不了啊！有我在，想赢，我痴人说梦啊！这个是，但这种局的话，我打成这样，感觉也没什么，我也没什么用。哇，他准备那么好啊！我是死个两大件了呀！哪来的这装备啊？哦，杀我杀的。好嘞，十一杠二的时候超神啊！这装备巨好，我这皇子是个笨逼啊！这皇子这波敢 EQ 上去，你就证明他是个笨逼无疑了。他这波敢 EQ 上去，他什么装备你敢 EQ 啊？你什么档次你 EQ？应该死了，他装备很好，哎，没死，他装备太好了，他十一分钟的时候就这个装备了，是的，此刻他已经超前发育了，你看他补的刀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了，一个打野有这样的补刀，高手。
标谁呢你？别换了。还没贴到。没大的呀，明白吗？这死狗装备有点好，我靠，不太行。这死狗装备有点好，打我有点痛了。我说有双招，没双招的时候就会很痛苦。今天小谷下午玩的怎么样？嗯、小谷下午怎么样？还可以、啊。嗯。小谷还不错吧？嗯。当然，跟园长比起来，可能还差点意思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.木耳代替所有回答。哎呀，小龙偷的可以啊，兄弟啊，你这偷龙我很喜欢。虽然看起来你是个小笨蛋，但是你偷龙偷的很好。想干嘛？这个。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这德玛让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，也是玩德玛的。哎嘿，但是我觉得他胆子大一点。这德玛胆子真大，敢这样玩游戏，胆子真大。11-2，还差5个头烧神。呆货，德玛金庸看起来就不聪明啊，笨笨的。对，德玛金庸看起来有点呆啊，呆得很。嗯。哎哎，你别那么耿直啊，兄弟！我靠，你这样干嘛呀？哟，我操，你在干嘛呢？哇，牛逼！单刀直入。牛逼！牛啊！一个辅助翻身啊！哇，他看来是个15层，跟我一样，他什么档次啊？跟我一样，他奶奶的！搞他家！所以赢不了，他没有回话啊，没有，他被我的气势给震慑住了。我感觉你紧张说不出话了。嗯，还是你懂啊。哎，我不用打了，留下正好看有没有男朋友，没有男朋友啊。昨天我把你蒙过了，没有。他喜欢幽默的、风趣的啊。真的傻傻的，我不知道跑，还要 Q 一下。他可以闪现过墙的，他不闪现过墙。别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死哥。好了，我死了，不能硬追他，等我火炮来开他。你们都扛受不住了，不能这样上，带线即可，不用灰心。哎呀，难受！下次超神的话，我得16-3了呀。16-3就超神了，兄弟们啊！我之前好像也碰到过发这样的消息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。感谢三观下方下方将，他说了什么？他也说他是无神吗？
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吧，哦、应该是，我记不得了。那可能是装的，可能是我的这个崇拜者，哎、冒充我，你得看打得好不好。很熟悉，对吧？哦，你看这装备好好呀，这个鼻，我靠，我得做好炮了。谁放的？队友说。0172是什么？0172的话就是一个数字。哦。嗯。看什么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挺好的。0172是暗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秘代码是吗？神秘的。嗯。完了。完了，哎，未必。发现装备好像也挺好的。好。归零，一点一。哎西。没有中亚，没有护臂，是这样的。他打我基本上都属于真实伤害。很痛，嗯，我看一下该怎么出啊？嗯，哎，先把火爆做出来，火爆做出来再开眼。我们上单装备也很好的啊，不急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翡翠是最难打的。我跟你们说，翡翠是真难打。翡翠之分段，卧虎藏龙啊！哎呦！哎，没有想到还不多。也行吧，不是不行。王子他现在的装备啊，他只要 EQ 了他就是必死的、他只要 EQ 他就必死的，死的装备是完全不怕死的。我打不过他。哎，完了！赶快！没打着，赶紧卡片开的超粉。哎，没打着。害怕。芬达今天说你是猪逼，芬达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有，我说弹幕。你说我是猪逼，芬达。没说你，我说的是弹幕。本来准备给你刷火焰一号的啊。没了，太让我失望了啊！合理，嗯，终于找到个理由了，合理啊，兄弟们合理。我操！两个人打掉了，嗯。
你在我你被在我背后说我猪逼，我的兄弟们会很生气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说，他们说的。没事没事，说的说了，没事没事。真的是他们说的。他们会说，他们不会的，他们会把我当成宝宝一样去呵护。可惜没有人把我俩当宝宝。哎，下午他也有大部分你是猪逼。云林拉屎，不，我云林屎的话，我就没命了。让我来找机会开死哥就好了。死哥，我看到死哥，死哥就原地的罚站死的，他没有任何的防装的。这个龙还不好打呢。这个龙，说实话给。好香，哎，这么香，有女人来了，是的，有女人的味道。嗨，他们两个怎么都没来？他们今天，他们，我跟他们说不要来了。哦，今天你们在，他们来干嘛呀？我还以为他们上来分心呢。过，哎，分心了。哎呀，我的贵哥，我的问题。哎，分心了，分心了。我的贵哥，我的跟你没关系，我的问题。哎呀，分心了！我的问题。哇，我的劫CD好快啊！这劫CD好快。我这几天也被两个劫爆杀。是吧？嗯，他前期没有用，后期追着我打。哇，意义都没看出来，兄弟。来好眼。嗯，没有火炮。我很强的。玩极限，加等于2.2。在我的房间里，现在有四个女孩子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。等一下，兄弟们要把摄像头关一下了啊！这个女警 A 爽了，你看，一直给你 A， 给你让你 A 爽了。心里没数。哇，已经到几点？我的天哪！你昨天我听说彩旗又哭了，又哭了吗？哎，你这不懂事儿，你这么老抢我们 buff 怎么搞的？这没有东西。怎么又哭了？那么脆弱，天天哭啊！啊，不会是套路吧？让故意让你们那个，对他那个放下防备。你给他写的封信啊？我要读一下，有点触及到内心深处了。写的什么内容的信啊？完了，坏了，这么多竟然。
要开大招跑了。跑！直接卖，直接卖。这开森心想，帮你竟然跑了。没事，他能理解，他能理解，他是为了救我的嘛，他能理解。来，又打到我去了，小兔子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我准备跑的直升快，我操了个 DJ， 那我疾跑跑的那么快啊，他也疾跑，他没事。他应该是反甲之怒，太他妈能跑了！这也挺能跑嘛，再跑。啊，这个房子好讨厌啊！完了，小心！哎，我这不应该早点闪现，他还没过来的时候我就闪现拉开就好。我以为他目标是攀升的，我靠！哎西不是，这不行。天津，你现在要跟我们一起。嗯，哎呦，花里胡哨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干？哎，这我笨了，这我应该飞这个泰尔伦的，飞泰尔伦就死个，噗呲，完，嗯。刚玩的时候确实被草丛盖伦吓到了。啊，我直播我打得很差，我直播应该飞盖伦的，盖伦把盖伦杀了之后，我这死哥是必死的，因为死哥的移动速度会很慢，我能追上他。嗯。哎，这波有点菜了，这波相当的菜了，是不是？这波菜的有失水准。感谢三个下半将送的水晶。哎呀。弄啊！等我呀，大哥！等我，真等我，大哥！没我在，你们怎么打呀？这家没我不行啊！这家好，快跑！哎，你死了！你别死，兄弟，你不能死！啊！嘎了！啊，又他妈是你啊！这我操！我恨盖伦！
很无解的。他这么捞前期，他就通过来开个 E， 我开个 QE 而直接秒了。这边这个开始打个山寨，我们阵容啊，都是他们。哪个？哎呦！露露别跑，来露露别跑，别跑别跑，露露小露露别跑，别跑，谁跑谁儿子，别跑！哎呦我操，这怎么搞？这